买贵了吧，后悔了吧，哥几家，我就让你再等等，再等等。你没偏视图听，就咱家这个初榨的橄榄油啊，谁是花59.9啊买的一桶？对不起，你买贵了。咱看一下后台没发货的话，咱赶紧退了吧。您看一下老弟个链接啊，都给你转到什么价格了？厂家呢是59.9啊，给咱发一桶。另外呢，老弟为了回馈新老粉丝对老弟的支持，咱直接挂一张4元优惠券，咱哥几家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55.9啊，给咱发一桶初榨橄榄油，5升啊，大概呢就是10斤装的。咱家这个初榨大的橄榄油呢，它是零碳水、零胆固醇的啊，黄中呢带点绿啊，清澈而又透亮，并且呢它是没有任何杂质的啊。咱看一下啊，清澈到底，特别透亮。像咱平常煎炸烹炒了，拌个凉菜了，给小宝宝啊做个辅食了，都是完全可以的。咱家这款橄榄油呢，一打开盖子啊，就是能闻到淡淡的清香味啊，并且呢它这个营养价值也是非常丰富，而且呢它是西班牙进口的特级初榨橄榄油，品质呢绝对嘎地。关键呢今天的价格也是便宜到姥姥家了，今天老弟儿下单直接给您挂一张4元优惠券啊，咱哥几家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55.9啊，给咱发一桶初榨橄榄油。厂家控价之后呢，咱家这个老弟这个优惠券啊，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，咱赶紧去撸单。点开下方链接，看一下老弟的券挂没挂成功。如果是55.9啊，给咱发一桶的话，咱赶紧去安排。